暌违三年，王心凌第十二张专辑 Cindy Loves Her Sing 集结顶尖音乐人倾力制作王心凌第十二张全新专辑，首播气质主打《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》，由陈珊妮老师量身制作，从词曲以及编曲都一手包办，将于11月19横线21日 Hit FM 全球首播。他为王心凌打造如同巴黎咖啡馆独特气质的女伶角色，一个希望自己隐身在个象征城市的缩影街角的咖啡馆里，总是能够自然地融群体，与人难忘而美丽的印象，却又仿佛从未被了解迷样的女性角色。